Apple 携手台湾，全新地图体验震撼登场。在苹果地图应用程式中，我们见证了台湾全新地图的壮观诞生。这次更新带来更详尽的道路资讯，卓越的导航功能，以及令人惊艳的环视和自然语言指引等全新特色。自今日起，台湾的用户将有幸体验全新 Apple 地图的奇妙之处。这次更新不仅提供更优质、更准确的导航，还加入了道路、建筑物、公园、机场和购物中心的详细俯瞰视图，更有台北101等标志性建筑的 3D 呈现，用户可以轻松愉快地计划旅程。无论是商务差旅还是探索新地方， Apple 服务资深副总裁 Eddie Q 表示， Apple 地图不仅是世界各地探索和导航的顶级工具，同时也极为重视用户隐私。我们为能够透过这次更新向更多用户提供卓越体验感到非常荣幸。地图应用程式经历全面升级，提供更出色的导航、更丰富的细节、更精确的地点资讯，以及只有 Apple 才能提供的独特功能，如环视和自然语言指引等。现在，用户能够轻松找到心仪的地点，并准确到达目的地。苹果地图应用程式一直协助全球超过2亿人导航和探索这个世界。在这次更新中，隐私仍然是地图应用程式体验的核心。我们利用装置端的智慧技术提供个性化功能，这一切无处不在，无论是在家中、办公室、行动设备如 iPhone、iPad、Mac 和 Apple Watch 上，还是在车辆中使用 CarPlay 功能。此外，地图应用程式还紧密融入了用户日常使用的多种应用程式，包括照片、讯息、行事历和天气等。透过 MapKit 和 MapKit.js， 地图应用程式也成为数以千计的第三方应用程式和服务的基础，为用户提供无限可能性。这次的 Apple 地图更新不仅改善了导航体验，还加入了更多实用功能，如环视和自然语言指引，使用户更轻松地探索世界，找到心仪的地点，并准确抵达目的地。同时，我们一如既往地坚守对用户隐私的承诺，确保他们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享有最高程度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。总结而言，全新 Apple 地图将为台湾用户带来更出色的导航体验，并以其独特的功能和强调隐私的设计脱颖而出。立即升级地图应用程式，开始您的探索之旅吧。